迎着风把力全开，一路走却没意外，等待着你的呼唤，秀出百变的心态，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，为了这个家园展示英雄的气概。小巴车，我名字叫歌德，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，坐好扶稳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Hey go go bus，什么时候发起警报，校霸歌德马上赶到，巢穴先锋与你肩并肩，解决问题守护你的校，计划就在心中，再多险阻也不怕累。校霸车，我名字叫歌德，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、yeah、做好服务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就是巢穴先锋，神奇的第一，哇，这是我见过最棒的植物建筑了，露西亚娜阿姨，这个建筑真是太漂亮了。这是我新设计的第一概念建筑物。嗯，什么是第一呀、啊？小金、嗯，第一是地球上一种古老物种，它是藻类和真菌的共生复合体。真菌的孢子飞到世界上任何角落，一旦它发现了适合它的藻类，就会共生。藻类会让真菌给它盖好房子，保护自己，而藻类也会通过光合作用提供氮素营养给真菌。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互生关系了，他们分布的范围很广阔，从南极到北极，从高山到沙漠都有第一分布。哇，那它可以占满整个世界。歌德，你错了，第一对生存环境的空气要求极高，如果那个地方受到大气污染，它就不会在那个地方生存哦。是的，我就是利用第一这个特性，对大气污染敏感性来建造第一建筑，检测明日岛的空气，为大气污染做预警。露西亚娜阿姨，这主意太棒了。嗯，妈妈，那些第一建筑什么时候完成？别着急，阿丽，基础建筑正在紧张施工中，第一遗址后也需要扎根生长，大概一个月以后吧，刚好能赶上发布会。我非常期待。歌德，200米后右转，天气大雾，要小心行驶。没问题。抱歉各位，外面的雾太大了，看不太清。哇，今天的雾好大呀。伙伴们，为什么这里会产生雾？小金，雾和云一样，都是由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而成。在山区里，受到地形抬升，山腰地带降水最多，在水汽充足、微风及大气稳定的情况下，空气中的水汽就会凝结成细微的水滴，悬浮空中，形成雾。可是，大雾好像比我们来的时候还要浓一些。应该是地形关系，我们处于海拔较高的山地，四周多山，空气对流不及时，所以雾气容易沉积在山中，没办法散去。哦，可是这么大雾，很容易因为看不见而造成事故。小金说的没错，我们要想个办法减少这里的大雾。萨拉斯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回去。别急，小金，为了保证安全出行，我们让歌德慢慢离开这里。哦，对对对，没问题，我会好好指挥歌德离开这里的。放心，一切交给歌德。
之所以聚集，是因为空气对流不及时，所以我们要让空气对流起来。让我们试试用这个吹风机啊。来我这里了，阿丽，我来帮你。超学先锋们，不好了，第一建筑出现了状况。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看，第一建筑上的第一出现了枯萎现象。哦不，第一是大气污染的指示植物，第一大面积衰退应该和大气污染有关。是的，塞拉斯，可我想不到污染源在哪里，但是第一已经发出了大气污染预警了。如果不处理的话，不单第一会消失，可能会连人、动物、环境都会受到伤害。妈妈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问题。超学先锋，拜托你们了。伙伴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没问题，各就各位，脑洞大开，超学能量球集合。科学 ，technology 代表技术 ，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，art 代表艺术 ，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，athletics 代表运动，这一切组成了超级星球。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还是一切正常。甜甜，你要不要再尝试一遍？你查看明日岛的加工厂了吗？是的，艾迪，加工厂一切正常，并没有发现废气泄漏的现象。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我们到现场看看，或许会有新的发现。一直在等你们。妈妈，你有新的发现吗？我们通过监控发现明日岛工厂一切正常。很抱歉，阿丽，我也很希望我能有所发现，可是还是一筹莫展。第一植物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十分敏感，哪怕周围有一点点的污染物，也会严重影响第一的健康。当发生大气污染时，如果一立方米的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达到0.23毫克时，就会严重危害第一。我想我们可以根据第一的生长情况来寻找线索。没错。曼妮莎，你在看什么？你们看，我发现这个位置的第一似乎比其他地方的要衰败得厉害。是真的。那不是被淘汰的旧建筑机器人吗？前两天有几台建筑机器人出现了故障，为了不拖延时间，我启用了仓库里的备用机器人。塞拉斯，我想找到原因了。没错，机器人排放的气体二氧化硫含量为75%。已经构成了大气污染，难怪这边的第一会消退。甜甜，麻烦你关闭机器人。没问题。糟糕，机器人太老旧，我搜索不到机器人的程序系统。之前给他们设定了程序，是要完成这栋建筑才会停下来。那如果甜甜都没法关掉他们的系统，那不是会造成更大的污染？露西亚娜阿姨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手动关闭。太棒了，伙伴们，我们开始行动。没问题，别想跑。分得毫不差。别跑，看我的。
心。嗯，谢谢你，格德。关闭它，曼妮莎。没问题。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太心急，想建好第一建筑，启用旧式的机器人，就不会造成大气污染了。不，卢西亚娜阿姨，其实要谢谢你设计的第一建筑。如果不是第一发出大气污染的预警，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危机。嗯，是的，二氧化硫不仅会腐蚀人体，让人咳嗽、眼睛疼、嗅觉失灵，还会引发呼吸系统慢性病啊。而且对工业材料、设备和建筑设施也会腐蚀，还会导致酸雨，造成更大范围的危害。幸好有第一的提醒。谢谢你们，孩子们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先解决这里的大气污染。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气体排放后会随着空气对流扩散，而且根据计算，机器人排放的废气量其实根本不足够导致污染。这里好闷啊，一点风都没有。没错，是逆温现象。逆温现象，当烟气碰到高的丘陵和山地，在迎风面会发生下沉作用，容易形成下冷上暖的逆温现象，所以污染物发生堆积，不易消散，才导致了空气污染，第一衰退。嗯，那该怎么解决呀？卢西亚娜阿姨，这个交给我们吧。嗯，我们对驱散大雾做了研究呢。嗯，是什么？造风。我们可以在第一建筑上加上风扇，让它把雾吹走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老式机器的内燃机的废气含有较高的温度，这部分余热实际上可以回收利用。我可以从内燃机入手，加入有机物，使机器的废气和有机物发生反应膨胀，做机械工重新利用，成为推动风扇的能源。太棒了，艾迪，我正有此意。那么拜托你们了，超学先锋。嗯，开始行动吧。接下来是超学先锋行动的时候了。超学能量，格格变身。出发吧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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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迎着风马力全开，一路周全没意外，等待着你的呼唤，秀出百变的心态，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，为了这个家园展示英雄的气概。小巴掌，我名字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开始启动。收到。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超学先锋。谢谢你们，超学先锋。这次的第一建筑主要是为了倡导环保理念。第一，作为检查大气污染的指示植物，可以帮助明日岛监测大气污染。阿弟，你妈妈设计的第一建筑真是太好看了。艾迪，谢谢夸奖。这次多亏了大家的帮助。你妈妈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建筑师，第一建筑真的很棒。嗯，而且通过第一建筑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应该把第一运用到明日岛更多的地方，让第一帮助明日岛更全面地监测环境，发挥它的大作用。没错，只要第一长得好，就证明啊，空气真清新啊。